由于日本的商品它的品类比较多，然后种类比较复杂，通过传统的一般贸易报关的话，它的整个的通关流程会比较长，所以结合跨境电商的发展的话，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更直接的购买到日本的商品。因为像我本人呢是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过，然后2018年呢选择回国创业，然后也组织了一些这种社团组织，也有一些社会的职务，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一批人都是有着各种双重责任，应该把最真实的日本介绍给我们中国人，把中国最真实的一面介绍给日本，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民间大家之间这个相互交流是很畅通的。